这里只有你文娟对讲机。你猜我是谁呀？赵磊怎么还没来呀？那个催一下。快点快点，催一下艺人。好像。专业错。大家吃饭没有啊？吃饭了没得？吃了3碗。谁吃这么多？过年回家了，别吃太多啊。但没事，晚上还得吃个火锅。有没有要听冷笑话呀？快说快说，很期待。吃饭吃着吃着停电了，然后我赶紧扒了两口饭，然后突然那个灯就亮了。对，因为扒了吗？不对不对，吃饭吃着吃着吃饱了就有力气开灯。不对，是因为有神奇的巴啦啦能量。